人真多，连这过道上都坐满了。啊，抱歉抱歉啊，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。哎呦，我有一份手稿要念。哎，你手势不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吧，这样。啊，今天我的家人也来到现场了啊，都是爹和妈，对，爹妈哈。我跟我爹妈呢讨论之后呢，决定呢，让前锋退出《天天向上》。关我什么事啊？啊，根本没有写嘛。我给你3分钟时间离开这个现场，对，可以接个广告啊。不信你听。不是，那个。